你们又没有意见，交通不会增加冲击。我不知道我们府内今天这审查的单位来都没有带来意见，通通都是没意见，说的已经被核准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件事情啊，在观音山现在已经被烂垦烂挖的严重性已经是匪夷所思，十分之一人同时进来，3800人进来，在观音山没有公车可以到，大概3800部车子，交通局没有意见，我也很压抑。你们怎么会接受说2000变4万，对交通没有冲击？交通局你是事先审查还是事后报备？如果接驳车可以解决问题，那就不用审查了，每一个案子都用接驳车啊。你改10万个也可以用接驳车啊。啊，如果用接驳车方式可以解决，那还要审查？你以后都不要审查交通冲击了，因为我都用接驳车啊。那我用流动厕所如果可以解决的话，那我们还要审查事业新办事业计划干嘛？你们自己的报告里面就讲你们的面积不够，你们要增加你的建筑面积。你看一下这空照图，这只有3点多的开发，这怎么算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是说各单位，尤其环保局，我对你们是非常有意见。今天的环评，你们是业务单位，这个东西我已经讲了这么久了，地方上的民众也不知道。我上去就跟你们说过了，到地方上办个说明会，如果地方上没有意见，各位委员可以给他通过，我何德何能来挡这件事情？搞到最后，也好像我在修理业者一样。那你们把关的各单位，你们都没有意见，不要让我们来都来做坏人。你们对于那种民众啊，真正合法的一个墓园，随便稍微去动一下，罚6万。这么大的开发案，你们竟然在数字上面鬼打墙，绕来绕去。那个孙教授、孙老师啊，谢谢主席啊。我想针对这个上次会议，我就来参加啊。我其实我觉得，刚才陈委员跟黄委员，我觉得是想到重点的话，我觉得这不是面积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先把它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拿出来检讨。如果2000个变2万个，什么都不变，这个逻辑我听不懂。第一个，第二个，府内我刚才听到说交通局没有意见，公务局没有意见，请问一下，公务局罚痛可以重复计算，还可以拨用回公园绿地吗？你在法规上可以吗？你为什么你们都没有意见，在法规上可以吗？第二个，交通局2000个塔位变成4万个塔位，增加20倍，你们又没有意见，交通不会增加冲击。我不知道我们府内今天这审查的单位来都没有带来意见，通通都是没意见。我们的殡葬处刚刚在简报的时候，我听到简报单位很清楚的说明，说的已经被核准了。我不知道我们这件事情啊，在这个第九页简报的时候很清楚说，这个我们殡葬处已经核准这个变更，但我的认知不是如此，殡葬处给我的资料也不是如此。那我想跟各位委员说明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啊，我现在不管它的利益多么的庞大，在观音山现在已经被烂垦烂挖的严重性已经是匪夷所思。那这个合法的业者，我们就支持他做合法的目的使用。当初的20%建蔽率，变到后面在二通三通改变了以后，变成10%的建蔽率，这就是限制你不再让你大量开发。你过去已经做的，他没办法，他从那个时候发布实施了以后，就要调整了10%，还可以把用过的绿地，就是用过的法拓，把它记录叫做公园绿地。这个我觉得叫城乡局来再解释一下，公园绿地跟法拓可以放在一起计算吗？那你们这个专业领域的东西，你们怎么都不提出来跟委员做说明呢？那再来一个，刚刚陈委员提的是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在我们的一般的环评或者是在建筑上面的事先的环评，一个北向日照，一个小时北向日照差那么角度几度的时候，都要一退再退，这个不是环差，这增加20倍的差异，不用同做环评，我也匪夷所思。所以我基于一个民意代表的角度，在我是一个在地民意代表的角度，我对这件事是非常反感，甚至于反对。我必须强调，我接到了这次的报告书了以后非常的感，我再把上次的会议记录看过以后，其实各位委员都点出来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里面也还是一样，今天类似鬼打墙的还在这样做解释。如果我们把刚才我讲的那几个问题拿出来检讨，这根本就不会过的案子。如果说2000到4万什么都不变，这增加这3800个这个塔位，我们如果想说清明就好了，不要讲清明，平常就好了，十分之一人同时进来，3800人进来，在观音山没有公车可以到，大概3800部车子，
江中学没有意见，我也很压抑。你们怎么会接受说2000变4万，对交通没有冲击？再一个，它在里面，其实在简报里面第十页里面提到，它的公园绿地的计算方式，第一个福源宝塔的法定空地，第二个十七楼的法定空地，第三个叫做公园绿地，这样加总起来可以这样计算吗？在我们二通的检讨里面是将这个林口特定区这个地方的土管把它调整了10%，就是不希望大量的开发，在政策上不希望，所以用土管的方式来去限制它。结果限制了以后，可以这样子绕来绕去了以后，对于当初用20%申请的还是可以符合，我也听不懂，我也看不懂。所以我觉得是请各位委员帮我们务切把关这件事情，我们回到最原始的核心价值，这样的案子难道不要重做环评吗？这可以用环差吗？那一条路只有几米路，唯一的一条林荫路上去，上下都只有一条林荫路，接到我们的林荫路50路，或者是接下来接到五股的成泰路，这对五股将来观音山整个交通冲击是多么多么的重大。这样的环境可以用环差的方式。再来，这一本的报告书修订本，这个大象里面有提到我上次的发言内容，我里面已经提到过了两个重点。第一个，这个变更小塔面积从2000平方公尺要把它超过原本核准的面积，原核准面积，而且塔位从2000个变成4万个，已经超过10%，我认为应该要重做环评，甚至于我在里面白纸黑字写，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环评应该要重做，因为在我所认知的是，我们的殡葬处有多次的要求业者补建，并没有在期限之内补建。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之下，怎么会继续往下走呢？那现在是环评过了以后，再用环评再去压我们的殡葬处，说环评通过了可以去变更吗？我觉得我们府内各单位如果来开这样的会议，都不表示意见，我非常有意见，是不是？麻烦主席可以请我们府内各单位表示一下意见。如果他们都认为我刚才提的都不是问题，那没有关系，我跟他们各单位再来讨论。那但是就今天的环评，我再清楚一次表示。第一个，下一次我们环保局如果要做这样的东西，请你在法定的开会通知时间之内寄给我们。我们都是在前几天收到，根本没办法消化它，请你提早。第二个，这样的会议如果继续要召开，我不知道说即使是环差，不用再做地方说明会吗？是不是？等一下我们负责单位、业务单位也可以跟我说明，不需要再做地方说明会吗？因为各位也知道，这样的议题几乎很多人不清楚，但是当他知道之后非常的关心。我在11月选举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在鬼扯，为了选举在乱讲。事实上今天的会议证实了我讲的不是乱讲，那但是有很多的民众是不了解的。那这么重大息息相关的问题，攸关到市府的政策方向跟我们今天做环评的适法性、可行性，我也拜托主席是不是可以才是请我刚才提的各单位把他们的法规先拿出来说明一下，然后这个环评我还是把我的结论再说一次，我觉得这个要就是重新做环评。第二个，我认为应该驳回。如果按照重新做环评，而且按照这些数字、这些逻辑、这些法规应用，能够都得到委员的认同，也都可以解开我的，都可以适宜，都可以让他讲，我支持。业者只要合法申请、合法被允许，但在2000变4万，如果说今天环评环差这样子可以通过，那不得了，以后所有的环评环差基本上都是由业者来说了算，这是我清楚的说明。那是不是可以请主席我做的建议？因为与会单位刚才我们公务局、交通局都说没有意见，那是不是我提出的问题的部分请他们说明一下？谢谢。好，谢谢。他经过这环评，他在申请后面的建造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现在就要讲清楚啊，那委员知道这未来是不可行的啊。对，那但是针对于这个刚议员所提的啊，我个人也是关心啊，就是说在整个申请建筑许可过去的范围啊，历程上这个同一种基地同业的话，因为分期发分区，那你有没有那个把共同度计算的事情概要的可以说明一下？概要共同度没有。委员，我们在申请过程中都没有把共同申请的一个
像说薪资的他是属于这个现金的部分，那大茶叶一个把花内子申请的是另外一笔土地，所以并没有把物资从使用的部分。好，谢谢。那就是都有员针对于刚刚您提的意见，包含那个过程中啊，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随时需要开发单位再去补充？我请教一下，张委员，请。我刚刚请教的，像你现在东南边嘛，你说墓地要公园化，东南边看起来是没有希望，西北边看起来好像又还没有。你们那个。我很想了解现在的环境情况啊，所以你要西北边那个路还没有到的，比如说你要867个，到底卖掉多少？还是全部卖掉？卖掉就一笔啊，就不存在。然后没有卖掉的话，也还有可能让公园啊，目的公园化在西北边实现。不然东南边是已经红山灼灼，那边大概都已经大家都已经弄好了，墓穴那个都弄好了。所以这相关的一些就是可以也可以一些假设的一些销售的现在目前的那个方式各委员啊大家好，目前我们看到的通道就是目前当区使用的情形，那刚委员是讲到应该是左侧，应该是西北边。那西北边这一边，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就是采前侧有一些，我们就采尽量绿化，就是说它前面不大，不然我们有车场，那它走这个草皮式的。那后续这边还没有使用的范围，这就是我们后续在规划。用上面我们会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比例多少？你说867个卖掉400个是吗？没有，我没有卖那么多。他说全部嘛？对。土葬很少。我们现在因为土葬很少，那这里可能一年里面哦，土葬的这几年土葬的位置。大概一年不会超过几个，非常大。然后，所以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绿地的绿化的感觉。那相对的，就是说后续我们如果都让牧区在使用上面，我们也都尽量能够保留绿美化。我看你那东南边都已经做起来，都已经水泥了。那是在我们的牧基的其他的，我们都做绿地。然后当然每个墓园上面它基本上上面也是有很多植树，是因为通道你比较没有办法显现出来，上面有植树，然后有的墓地上面也是草皮式的。好，我们现在在场，在这个简报第五页里面说108年的5月14号环评已经通过，所谓的2000变成4万，环保局先等一下明确说明一下有没有通过这件事情。然后在108年的6月28号，环保局同意他使用的是766个位置，当初他们申请的是2000个，现在回头来说是误植。如果你当初写4万，我会给你通过这个新办事业计划吗？你用2000个通过了以后，你说误植改成4万，环保局清楚说明到底2000到4万你们通过了没有？如果按照我拿到的所有的资料，你们在109年11月5号还要求他补证，还要叫他拿审查计意见过来，新办事业计划我跟你们要到现在你们拿不出来，你说业者不愿意给，到底环保局明确的说明2000个变成4万的环保局的这个对不起那个殡葬处同意了没有？环保局也说明一下这个2000到4万这个环评是有通过吗？先补充一下，是当初这个讨论所变更是在108年的时候就通过了。那通过了之后，还是要回到那个墓地事业主管机关，并当初的新办事业计划去做审核的。因为环评只是针对这个环境面部分去做一个审议而已。那殡葬处通过了没有？殡葬处在哪里？没有。没有通过，现在就拿通过的事情来做今天的环评。既然没有通过，你要告诉我，也说没有通过啊。
今天此时此刻还是两千个啊，不是如此吗？不是，这个第三次跟公民报告，这个气象事业的刘老师他第三次的变更内容是110年12月申请进来，那中间就是因为有产生这个区位变更，然后内容变更，然后报告变更就跟着公民，所以说我们来请求他做反测，然后说一定要做反查后发，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到底气象事业的一个规划书是在6月10日111年6月10日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补正上来，所以说我们请他另案申请。一百，对不起，打断你，110年6月。111年6月。6月16日，我就我们退回去之后，请他因为预期补正。对，所以你在一百一十年12月20日，你要求他们补正。如果在111年1月25日以前，他没有给你做补正的话，你们要驳回申请，对不对？对 对。所以他六月才去。他110年6月16日。六月嘛，你1月25日的期限，你们这些都不跟委员讲，你们让这些老师去背书。当他变成一个政治事件，或者变成一个民粹事件的时候，今天说一位，你会被骂死啊！你们变量书怎么可以不讲话呢？你们根本没有通过啊！你现在要背这个书吗？对，他这个是因为我们是请他说现在怎么帮你这些部分，他就是我们需要帮他这些部分，所以现在这里面受限是根本没有同意。所以所有的委员认为现在是都不讨论嘛，因为在你们在那次这个东西已经通过了嘛。哦，不是，因为是黄沙生没有做一个确认我们这边需要确实。没办法存下去了，所以说是，但是让我们是，我是6月嘛，他12月申请进来，那我们在6个月期限给他，他还没做完这一部分，所以说那时候就基本事业就做了一些退回。好，谢谢说明啊。那基本上环球可能是一个收益啊，到底新冠事业计划能不能存活，我们尊重目的是不同机关的裁量啊。那所以针对于今天团体的讨论啊，如果各位没有在这边其他意见的话，那我是就请台湾单位有意思啊，这个内部讨论时间了。交通局，你是事先审查还是事后报备？如果接驳车可以解决问题，那你就不用审查了。每一个案子我用接驳车啊，你改10万个也可以用接驳车啊。然后他的开发新办事业计划里面没有规定多少面积要多少车位吗？啊，如果用接驳车方式可以解决，那还要审查？你以后都不要审查交通冲击了、啊，因为我都用接驳车啊。那我用流动厕所如果可以解决的话，那我们还要审查新办事业计划干嘛？你们自己的报告里面就讲你们的面积不够，你们要增加你的建筑面积。这10%的建蔽率是你整个墓园开发新办事业计划把你限制住了。如果你是建筑物的话，你建筑物可能是40%，一般的建筑物是40%，你这个规定是10%。那今天公务局，请问一下墓园要不要记录？如果按照这个空照图第二十页，刚才简报各位看一下，如果我讲错可以纠正我啊。对不起，我有点情绪哦。你看一下这空照图，这只有3点多的开发。这怎么算出来的？这3点多怎么算出来的？这个基地只有3点多的开发。我真的不知道，是说各单位，尤其环保局，我对你们是非常有意见。今天的环评，你们是业务单位，你什么都要向他说明。你们有没有事先做完功课？可以吗？那这个东西我已经讲了这么久了，今天还有其他的65位议员。也许想关心，他都不知道，地方上的民众也不知道。我上去就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到地方上办个说明会。如果地方上没有意见，各位委员可以给他通过，我何德何能来挡这件事情？搞到最后，以为好像我在修理业者一样。那你们把关的各单位，你们都没有意见，不要让我们都来做坏人。你们对于一种民众啊，一个真正合法的一个墓园。随便稍微去动一下罚6万，这么大的开发案，你们竟然在数字上面鬼打墙绕来绕去。公举你要不要讲一下他这样子你们的看法呢？好，谢谢秘书。那公举的部分是也针对同案还有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因为核发建造本来就是不在我们管理管的范围。